大家好，我是伟嘉，然后基本上就是大家叫我的力友比较多，所以好像问一下好了，有没有人就是看过我？除了在焦点台大之外，没有，是不是？除了你之外，还有，因为我知道没有。好，那很好，那我就不用再就是多讲那一部分，因为每次常常会讲到，然后那个一发不可收拾，你知道？因为谈到教育就没有停了，没办法，所有人都一样。所以，好，好，我们这团队就是开发了一个 app， 叫白檀，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 logo。然后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 app， 应该这样讲，即将要上市，好，即将要上架这样。然后它就是也讨论了有点久，然后讨论大概两个月了，急忙想要把它做出来。这个 app 呢，所以我是介绍完这个 app 之后，然后给大家开放 Q&A 时间，所以时间上应该是非常非常充裕。然后如果其他讲者有时间不够的，可以跟我借时间，都没关系的。这样，对，刚刚有讲很冲突的那种，也可以跟我借。好，我先讲这个 Python， 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个是挑战人类未来购物行为这件事情的一个创新的想法。然后不知道它到底 work 不 work， 然后它的中文翻译叫做摆摊。我们的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个随地摆摊的一个概念。啊，怎么讲？就是你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然后我们这个 Python 呢？有点像是一个购物的一个 app， 然后它，譬如说我拿出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拍了这台 app， 这台那个平板好了，然后我要卖，它就平板就照片了嘛，然后你就写个18000二手18000，然后要卖，然后它就上传到一个空间，不是上传到我们以往知道的什么雅虎拍卖啦，或是 eBay 那种拍卖，而是以你手机为发行平台。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一台另外一台手机，然后我在搜寻的时候就会知道，以我为同心圆，这附近周围1公尺，月亮在卖一台平板，这样子，然后谁越，然后几公尺就越来越远，然后就会知道谁在卖什么。你往下拉就会越来越远，然后谁在卖什么东西，你就会知道这附近所有任何人都可以想卖东西，所有人都可以买东西，就是让购物回到很原始的状态。然后你如果很喜欢这个商品，就点它，它就跳到一个跟 LINE 很像的界面。然后你们就可以去沟通，你们要去杀价，你们要约面交，随便你们。就是我们的那个，这是我们的 app。然后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我们程式也写出来了，有是 PhoneGap 写的，所以有 Android 版的，然后也有 iOS 的。虽然它暂时看起来没有非常非常美观。哦，我不小心讲，都已经把后面的图都讲完了。哦，对，因为就有时候讲太多次了，所以有时候会忘记。然后我也是想说，回来跟学弟妹分享一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样。它的界面很简单，就是自己嘛，然后拍，就是点下去，然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上传照片啊，等等啊，很简单，多少钱啊，小小的简序啊，简述，然后这边就是25公尺谁在卖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对，然后270，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测试啊，所以都是离自己都是朋友，所以有点远这样子。然后到时候如果这个东西很多人使用的时候，它或是譬如说你们的那个宿舍啦，上下谁在卖什么，都是那种几公尺之内的，你就可以知道宿舍有时候人家有库存，你知道就不用跑 7， 或是什么等等，或是公司里面有干嘛之类的，然后你就会知道隔壁公司在卖什么，谁在卖什么，直接跟他面交就好，也很方便。然后也可以解决那种摆地摊的人还要躲警察的问题，说明以后就不会有这件事情。大家不用跑，反正我就手机开着这样子，所以就没有，对，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对，它是这是我们界面，然后这是我们 message，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嘛，就是会有人跟你讲说他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多少，对不对？你可以是商家卖专门，譬如说你在卖手机套，你就专门就带很多，你不一定带出门，就是你是手机套卖家。就出门就会有人接洽你，就走来走去就会有人，可能会有人接洽你。那你刚刚说我没有，那你不一定要跟他讲说我现在就带走，说我明天再给你，或是我明天再约哪里面交，或是我再寄给你都可以，就是一个方式。然后对啊，我们看到他未来可能会有比 LINE 还要大强大的商机，这样，所以我们就已经躺着在想我们的梦，可以躺着赚这样。如果我们哪天真的大赚，对，绝对挺大家。如果要做什么投资的，有没有？现在是没办法，现在我穷得跟鬼一样。然后这是我们那个聊天的界面，这个有点字，就是我们有一个一个谁，这是谁有回复你的。然后这是商品的页面，然后照片的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谁在卖这个奇怪的东西。然后地点啊，谁在卖，然后有多少个 like， 都可以都会看得到。对，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pp， 很简单，让我们只是试图让购物这件事回到很原始、很简单。然后
这个东西呢，我们最担心的是法律条款的问题，但是它呢 ，Apple iOS 过了，好了，那就这样吧。对，然后既然它过了，那就表示没有太大问题，不要上新闻就好了。对，它的审核这段过了嘛，那就是过了。对，然后好，那我就比较多时间可以 Q&A， 有没有人想要问任何东西的？那个它搜寻附近所有人的那个技术方面可以问吗？我不会啊，我不是 coding， 可以问啊，绝对可以问，我不会而已啊。哦，我是台大心理系毕业，是你们学长这样。好，那个就是现在比方说有个正妹，她要卖东西，大家这样会变成被那个？可以不用放自己照片了，你想要被骚扰才放自己照片。想增加卖的几率的时候，那你就要增加你自己卖东西的该有附加的风险，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对，会啦，多少会。没有，是另外商机啊。当然，对，也可能。我们没有想到他预想未来会要怎么使用这个 app， 我们只是希望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我们从你知道从刚刚有人爱看书的，因为我也是爱看书的人，尤其刚刚我听到有人爱看哲学类的书，我们看到后来很多东西回到很哲学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去思考人的行为。然后因为我读心理学，然后我对哲学也好奇，然后我又去跑去念教育，然后人类学、社会学，就是各个东西都非常喜欢。然后你知道这些知识真的非常非常有用，但有一天你会知道它很有用。然后我最近还有跑回去广院听一些我没听过的课，譬如什么货币啦，什么有的没有的。好，没关系，那不是重点。好，还有什么问题？两个问题，第一个比较小一点，就是说你说那个规定是 Apple Store 的那个规定。对。那就是你们那个程式化后面一开始就是说有使用条款，绝对有瞎。实名啊，基本上有。有，当然，我们有找另外一个台大法律系的同学学妹帮我，拜托帮我 check 一下，对，okay. 找专业，因为我不是法律系的。OK，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分散式的，然后算是一个 P2P 的那种。什么是 P2P？ 等一下，就是使用者对使用者对使用者，对，就是没有一个中央的那个伺服器在储存这些资讯，对不对？这我不知道。他就是可以用了啊，我就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用了嘛。那你评价吗？可以写评价吗？没有，他还其他五颗星就写，然后你看就在他周围了。他还是有中央的一个 server 去储存，因为这个卖家的 server 他的商品是存在 server 上面。哦，所以可以评价之类的。可以评价吗？你就有 like 制度啊，你喜欢就多 like， 没有，其实 like 我们发想的事情是我后来心里想，我们做很多市场调查之后发现，女生有购物有个习惯的偏好，就是我很想买，但是我想留一下看一下，就是 like 是为了就是以后再回去找自己有哪些 like 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先留着按下去没关系，我不一定要现在下单，我就再看看啊，真的很喜欢就会发话这样子，就会问他。所以 like 似乎就评估这个买家或卖家的唯一意义。对，而且这个同时是我们当时登录这个 app 的时候是绑定，有可以两种选择，一个是你自己创一个用你的 email， 另外一个是你可以用 Facebook 也可以登录。那你既然你有你的朋友群，这个人也不至于卖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奇怪的东西啊。如果你真的要卖很多奇怪的东西，那请你再创一个账号，这样，对，我不知道啦，反正我没有把它想得很邪恶的用途，我就只是把它想说，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未来 maybe 可能 change the world， 然后我们就尝试，我们一群人这样子，本来要做这个是，因为台大最近玩了，去年呢、啊，我是毕业生，那大家玩了很多那种桌，不是桌游，玩了很多那个叫做全员逃跑中，然后之后我们接了一个案子，本来要帮他们写全员逃跑中的案子，因为全员逃跑就是在台大里面玩。然后不是只有台大、辅大、交大、清大，还有淡江，很多学校都玩，然后都发现有这个东西。然后有些公司他们正要开发这个，他们说他们要就是红队、蓝队，然后要玩，然后在区域之内，然后谁定位谁在干嘛，可以直接跟他讲对讲这样子的功能。然后这东西对吧？本来要写，但是好像别人的案子，接下来半坏说，干嘛做别人？不，我们做购物好像也不错。那时候即将期末，在收东西收得很神，有些人不要给学弟妹什么有的没有的。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玩，就是聊聊天拉赛之余就想到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玩桌游。桌游是一个我真的桌游是一个最近近年来的 paper， 你可以去看一些东西，他们在讲讨论 brainstorming 的时候没有讨论到的东西，就是现在很新颖的方式，因为大家都最常做，你公司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好，我们现在开始要 brainstorming 15分钟，然后你要帮我想出点子来，但是其实15分钟过后什么都不会发生，对，然后你赶快丢，我没有批评啊，我没有批评，赶快丢东西。我们大家每个人想法丢一丢就会有，但是其实老板在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是玩桌游的时候，什么都会发生，就是大家屌啦、干屌，然后拉塞，想什么东西都讲的时候，其实那个点子就像一直被堆叠起来，然后最后越讲说，哎、欸，这不错哦，这不错啊，这不错啊，就做了，然后就做出来了，就这样。啊？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平台是要，就是你们自己要怎么获利？我们没有什么，刚开始没有获利，因为 LINE 刚开始也没有获利，我们就想说 LINE 没有获利，我们刚开始也不好意思给他获利。没有啦，我们是比照 LINE 的格局啊，对不对？我们做东西要比照格局，要比高的嘛。Facebook 也没有收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比照他们的格局，我们才会往那个地方走，这样。所以你们没有方向出获利吗？有啦，有想过。但是对，就是你们先大家用完喜欢再说嘛，都没有人用，我们在讨论收费也多啊。对，再赶，对，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啊。你知道过去那个人卖过什么东西？不会啊，他照片换了就换了。他东西卖完就他可能只是不是专门的卖家，他就是卖了这个东西，然后他清仓或者他宿舍要搬出去，椅子、桌子、架子什么有的没有的就卖了。那卖家可以买曝光率？买曝光率吗？好的想法，我以后再我们可以纳入我们的行销策略，谢谢。好，还有没有？你确定常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吗？还蛮常，是不是？好，你自己透露。没有，我蛮不常的啦。但是如果没有，其实不是为了要当交易，就会让人跟人之间会回到很，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结论是，人跟人之间接下来，我们这个时代 generation 是我们让资讯从云端到我们手机，因为我们有一个平台，有一个装置。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单方向的接受资讯。然后我觉得下一个 generation 会有出去之外，就是你会想知道说你跟人这附近这个圈圈里面还有谁，你可以传一个讯息给他，不知道不认识会回到互动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波动，人科技跟人性之间的，我们找到那个就是一时半刻讲不清，那是一堆哲学的东西，对，然后还有没有？可以问一个比较没有关系的。好，可以。你有曾经有上台到？那个 TED 演讲过哦，有有，他就一开始就对，所以我想说时间之内我们不讨论到的问题就不会再讨论到，不然这个大概几百万个小时都不够。就是跟教育有关。对，我跟教育有相关，因为我下午去台师大，然后就跟一些教授分享，就是在讲我去年上 TED 的时候讲的一些教育的东西，然后我分享了那个我的想法，然后就是我是蛮开心的。对，去年上，对，然后我刚刚从 TED 的那个就是会场过，因为这个六日是他们的年会，然后我在那边跟志工们带一些活动，然后跟他们讲分配这样子。对，好，就这样。好，谢谢。还有两分钟，还有什么任何的啦，也包括那种你很想知道的，也 OK。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看过。哦，是，太好了。因为那个跳动跳很大，我这个人就是想要做很多奇怪的事情。对，老师很好。然后，但是我很多还想做的事情要先去做完，再去当老师，不然会后悔。对，不是我老师也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也是考过，因为我刚刚有听完，因为我是集美女中老师，我也是，因为我在教育现场，我在国小的，然后我在小教育也带过，然后我就是我们老师也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我也觉得要先去做想做的事情，再回去，对吧？刚刚有 Isaac 的啊，然后有讲那种学音乐的啦，这些所有都是属于包在我的不学无术之内，这样。不学无术。对，你刚刚想要问。对，那个就是如果买完东西可以给他那个回馈，比如说有卖家很烂，说他买的桌子都是好的，那就不要再跟他买了。不是啦，我说，比如说我跟你买，就是买完之后发现你买的东西都很烂，然后我就要告诉别人说，叫他们不要再去买。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机构叫做 PTT 啦，或是其他那种抓包装置，或者那种 reverse 啊，在哪里？可以跟他们讲，他们会帮忙，对。没有啦，我们是怎样？我们是让这件事情很难回到很就是很单纯。那你基本上你买东西，你还是要去商家看你喜欢，然后你再跟他买。对啊，你总要买桌子，你都要摸一下吧。因为网络拍卖不是它不是网络拍卖，它可能是一个有点新的一个想法，不一定是会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我们的人的思维可能也会因此而改变，这样子。对，然后很高兴回来跟就是台大学弟妹分享啊，然后。对了，我觉得刚刚就是听完的时候，我有自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 feedback 有没有？因为我刚听完的时候，我非常想发问，但是我还没整理好我的思绪，因为我觉得讲了很多，就是真的出来，还有听完那种创业之后的事情。我那时候最近也常常回心理系，因为我是 Isaac 的，然后就会 Isaac 分享，就是讲
跟学弟妹最想讲的一句话，真的是就是在错的路上，就算用跑的也没有用。最近那个英国那个就是马拉松，然后只有第一名到终点，第二名跟4909名都去了别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马拉松，今年的故事，这不是什么乱，这是新闻上的啊，就是大家在跑跑累，看到前面就跟着跑这样。因为我就是台大学生，都是常常学弟妹都是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大三了就开始在搞交换，然后大四了就是大家在考研究所，跟着考研究所，然后大家在实习就跟着实习。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了争而争，然后就是抢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抢到了，然后想说啊，反正就争了，那个当下也没想太多，但争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不是我要的。但是其实你占了很多别人更需要的位置，就是我觉得身为台大人需要有一些格局跟思考，是要不是想到22K 的事情，而是想到要如何创造更多机会给别人的事情。哦，就是每次回来就是语重心长这样子，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大家，我先用完。